生米真的很有创意，因周深今天身穿英国皇室的服装，而以生米给周深剃了一个皇冠，并发文称周深陛下莅临成都。奔跑吧11最新路透饭拍，只见周深和沙溢手牵手并肩行走，而沙溢的表情看起来让人感觉不知道在得瑟啥，应该是在得瑟和周深牵手吧。有声米说周深今天的造型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其实周深于2019年在成都举办演唱会时也穿过类似的服装，关键词周深白鹿像脑干缺失的兄妹成为了微博热搜词，只能说这两人的热搜词总是那么奇奇怪怪的。有声米说周深这造型这地点及一票难求歌剧团不唱歌剧真的是没有办法首场啊，大家说是不是应该让周深唱歌剧呢？期待正片播出以后可以看到周深唱歌剧。